我们在拍完之后，满地都是气球，然后这边旁边还有人在打球，所以我们怕就是弄得蹦蹦蹦蹦蹦把人家吓到，所以我想说，刚刚过去跟他们说，就是我们要连续引爆八个气球哦，小心一点，不要被吓到喽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科技担当小姐忽然告诉我们一个很棒的方法，来，对对，捏着，好，哇哦 ，magic， 来了，来了，就我不知道怎么样。分享给大家嘛，一定有人不知道的。哎，姐姐们，大哥，我是胡子，我是日常。我们今天呢要来玩一个小游戏啊，这个是在拍在那个五颗气球浮空九秒的挑战之后的，就是我们事前在测试的时候呢，真的想说这个气球能不能就是发展成一个有那种对战性质的游戏。然后我跟他进讨论之后呢，想出一个规则，各位听听看，我们觉得还蛮好玩。其实还蛮简单的，就是一人一颗气球，然后一直让它浮空，然后裁判喊开始了之后呢，就要想办法。把对方的气球击落地，同时要保护自己的气球不能落地，就这样子，非常简单的规则。反正就是比看谁的气球先落地就输了。欸、对，是这样子。好，来试试看哦。直接开始吗？开始。哎、欸，我的球呢？我的球呢？还没落地，还没落地，还没落地。想到的那个啊，你过来啊，你过来啊！我敢打你，我敢救你的手，我是怎么的？喂啊，喂！还是落地？没有，这个游戏到后面就开始互撞。这个激情四射的游戏。快小杰来挑战。来哦！哎，小杰，你们玩的蛮好玩的。三个人啊。哎，三个人，哎，三个人好像，三个人好像也很好玩哦。来，所以说你要让救自己的球不能被打下去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你要攻击别人，攻击别人的球。好，来，气球吃鸡，莫名其妙。开始，好，开始。阿弟是保守派的。然后胡子第一波进攻失败，小杰失败，小杰。我没干，我没干啥，我就赢了。好难过，哎，我觉得这身高是一个趋势的。对啊，哎，这身高也是优势的。对，来，你们要不要来玩？我们开发出另外一个游戏。哎，好像蛮好玩的。来，我们移到主场地去。来，选一个颜色，记好自己的颜色哦。来，第一届莫名其妙杯气球吃鸡大赛。莫名其妙杯。来，三二一，这边是空哦。来，三。结果大家都，大家都很保守。哎，干嘛？阿弟，你在旁边，你在旁边干嘛？阿弟出局！阿弟出局了。我发现，只要你动了念头想要去打别人的球，哦，自己就超级危险。但我这个游戏真的好玩，各位可以就是拿气球自己在家里跟朋友玩一下。好，加满，继续。来，我去，我三个人，一颗，然后帮你三秒就丢一颗进来。哦哦，这是你刚刚说的游戏。哦，本来想说要结束这个日常了，但是刚刚我们忽然想到，我们刚刚在练习的时候呢，其实还有想到另外一个游戏，就是比比看哪几组人的默契最好，来怎么玩呢？我们就是几个人在中间。然后每隔五秒，每隔十秒就会丢一颗球进来，然后看最多能撑到几颗球。哎、欸、哎，大雅三人众，现在我需要有一个人帮我们计时，你们可以帮我们计时好不好？好，每隔五秒，他们就帮我们丢一颗球进来。要先拿三颗吧。好，先拿三颗，先拿三颗。我们从三颗开始，我们几个人就几颗好不好？来，预备。
救球的时候起不来了，怕就被他踩到。来换人，来换兄弟上来。下一场，王氏兄弟加龟龟，三个人。王氏兄弟加龟龟，来哦，准备哦，三二一，开。来，四，加球。竟然输了！好，总之我们又再度开发一个游戏了。哎、欸，我们根本就是大雅游戏工坊啊！欢迎跟我们大雅游戏同款。乖，你的手机。哇，总之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莫名其妙临时想出来的两个游戏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测试一下，放在 Live 频道分享给大家。那大家喜欢的话，就在底下点个赞，然后留言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之后就会制作更多这种类型，就是想到什么就来玩玩看的游戏啊。总之呢。啊、反正就是你们知道我的意思，对，好 ，OK， 拜拜。